所以来到台湾举办名为 Story of Angel 的粉丝见面会，更是吸引了800多名的粉丝，要一睹韩流女神朴信惠无敌的魅力。小时的 fan meeting 可是让一连演唱六首歌曲的朴信惠直呼好紧张，好在台下近千名的粉丝和他一起打果汁同乐，让现场笑声不断。而到了最后，朴信惠更换上帝国高中的制服，要和粉丝来个大合照，果真回忆满满，也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啦。感慨完了粉丝见面会，还有完全娱乐的最后一个独家问题，相信也是大家最想知道的哟。你有过那么多不同工作，比方说主持啊，或者是演戏啊，或者是唱歌也好，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工作？근데아무래도배우로서보여지는다른이제장기이기때문에저는연기하는게그래도좋은것같아요没关系啦，好吧，安慰一下，台湾也有普信惠。갑자기하연이가굉장히쑥스러운데제가굉장히오랜만에대만에왔어요1년6개월만에왔는데오랜만이아니라고저번달에도온것처럼굉장히좀많이친숙해요오랜만에봐서그렇게인사드리게돼서너무영광이었고앞으로는더자주찾아뵐수있도록더좋은작품으로더좋은활동으로인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건강하시고요내일팬미팅현장에서즐거운시간보냈으면좋겠습니다还是希望他能够多多来台湾。你是我们的女神。앞으로대만에정말자주오셨으면좋겠습니다대만에好了，今天谢谢朴信惠来到台，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